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，那我看到啊，天上，有个方，这个锥体型的啊，这个是叫，锥体型的，一个东西啊，在外面扫，外面扫东西啊，下面是蚕丝啊，下面是蚕丝，一扫一个，看上去啊，离近看上去啊，金碧辉煌，看起来金碧辉煌，有点像那我们所说的天堂，天堂，人家描述的天堂的，地方说琉璃瓦的，有金碧辉煌啊，实际上都是要经过一番装饰的啊。现在好像那个外星人在那边装饰啊，正在装饰啊。那边现在是物质天堂还不是啊，物质不堪的东西还在啊。外星人都盯着他们啊，盯着他们一起的啊。如果住的太粗糙的话，先把它干净啊，先把它干净啊。现在正在做最后的装修啊，搞得金碧辉煌。看起来从临界看金碧辉煌啊，然后在那个大殿里边啊，总会有一些打的雕像类的东西在哦，但这次的雕像同那个以前人家见过的天国里边的是不一样哦，这是有特定含义的啊，为了把那个地为了让那个地球人知道外星人的想法啊，做了交响啊，现在一步步，汇合到一块了啊，准备要开通啊，汇合到一块了啊，好，好啊，正在一步步推进当中啊，知道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